这个养猪大县哈，它是全国养猪占了27%哈，是第一名的县市。但是他在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哈有承诺说要补助给他们1亿，但是呢，就是提升猪农冷冻冷链设备，大家还记得吧？那时候开放2年多前开放莱猪进口的时候，但是呢，他补助给隔壁的县市嘉义县补助20亿耶。嗯，政府推广这个冷链物流，嗯，推广这个冷链物流就是减少猪在高速公路上运送，这样可以防止畜食跟卫生了，因为猪如果在车上它大小便，有时候因为高速公路嘛，猪粪尿尿会飞出来，会飞出来会影响到交通安全，所以我们政府它有前瞻性，它就想推广县地饲养，县就是表现的县啊，现在的县，县地饲养、县地拍卖、县地屠宰，它要改善肉品市场的冷链物流跟屠宰系统。那我们有为的政府了，答应补助1亿元。哦，云林补助1亿。1亿。哦，那嘉义呢？他一天拍卖不到1000头，几百头，他补助他20亿。哦，哦，这你们没有反应吗？这大小也反应没有用啊。反应就是说，恁有恁官票，啊，拢无要转给阮。这党诶，阮是安怎爱补出来？因为嘉义市，嘉义县，是县长翁章梁。翁章梁是民进党，政府是要朝这个方向做是对，但是把这个重任资源抛给地方政府，又分颜色，我觉得这样不妥。这样不妥哈？这样不妥。对啊，本来都支持他的，虽然可能会支持他，现在就变绝对不会支持他了哈。也没有绝对啦，也有执迷不悟的啦。哦，哎，也有执迷。哎，我们不可以说他做错的就不原谅了。哦，对。那这跟蔡英文那时候刚上任说什么不分颜色蓝绿，对啊，哦，用的文采完全不一样。讲不听可以大声，大声还听不懂可以拍桌。对。他现在是做太上皇的了。哦。欺负人，欺负得淋漓尽致。哦，生气哦，生气哦！老师，这个云林县的猪占27%，哈，那嘉义呢？来，我们有查出来哈，屏东占22%，彰化13.8%，台南10%，第五名嘉义县6.6%，好，这五个县市加起来，猪的占量就是全台的85%。那一个第一名的云林跟第五名的嘉义，为什么第五名可以补助20亿？好，然后第一名的只有1亿，那这不是颜色分半是怎么样？云林是蓝的执政，我觉得人不分蓝绿，可能猪要分蓝绿，猪要分蓝绿，这个蓝猪要，这人不如猪啊！哈，这补助标准很奇怪，对啊，这个标准太奇怪，这太奇怪了，因为应该同一事项做同一标准，同一事项做它的确定的标准要一样啊，不能载浮载沉，然后不同的标准，这让人觉得怪啊，是就奇怪就奇怪。刚刚蔡理事说这个蔡总统已经变太上皇了哈，真的蛮像的，就是你中央政策我爱撒钱给哪一个县市就给哪一个县市，这个一直都有传闻，而且这个补助款哈也都有数据出来，但是这真的是活生生第一次听到非官员哈讲出来，真的大小眼颜色不一样来补助。那我们要选的是全民的总统，不是一党的总统啊。现在真的我们也发现这个中央越来越有标准也不一致的问题，所以中央集权其实会影响到人民的权力就会缩小啊，所以官的权力越大，人民的权力就萎缩。所以官大民小，然后这个东西就官跟人民在竞争，民主跟官主在竞争，所以这个中央跟地方啊，这个这真的一定要彻底来讨论。
所以关于这个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划分办法，其实应该要公开透明，而不能够用他们用自己来决定，片面决定，这不对。这个中央现在台湾变成不是五权分立哈，我们看到好多其他的院都这个支持，都直接是执行党意嘛。嗯，对，那这样中央跟地方根本现在是变中央集权的国家啦。其实民主法治国家，它是立法是第一权，然后行政第二权，司法第三权，然后再来外面还有所谓的媒体权。那其实他们是要分立的啦。嗯，那所以立法权跟这个司法权，还有立法权跟行政权都要分立的。嗯，那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们现在变成大家还是回到不分立的状态，可以调来调去，跳来跳去。你看，所以立法委员那突然跑去当这个政务官了，所以这乱七八糟，然后这那个又跑去什么的，这好像你都可以跑来跑去，这不对的啊。只要中央同意有什么不可以，所以这样变成只有一权啊，一个独裁的权，那这样不对，这个是违反所谓的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道理。权力分立，孟德斯就讲一定要立法行政司法要分立，那司法一定要处于这个非常客观独立的这个地位，而且不应该司法权被改小被矮化，司法变成一个总统权下面的一个小权力，这个不对的。然后立法权也不应该变成总统权下的小权力，那行政权也不应该变成这样。所以整个台湾制度回到最基本，有没有自由民主法治，这是不管蓝绿大家都一定要知道，这是攸关于我们人民的利益，这是人民的权利啊。对，人民的权利。那这样目前的走向啊，所以这个目前的法律系如果继续这样玩下去，这法律系就没有办法对国家提供正确的方向，变成法律是执政者用于自己权益然后铲除异己的工具，法律系变成是统治权下面的一个系，那这样不对啊。所以法律人要讲，所以最近哈，有讲出那些民间的这个基本的人啊，他讲三大地方都不好啊，都是基本的检察官，基础的检察官，我觉得很好。现在哈，其实压抑很多很多，你一个大砖块压抑人家的小草，那小草还是要从中间冒出来啊，冒出芽。所以人民是不可能被你压抑的，你不想要用权力压抑人民，最后你会被人民把你推翻啊！所以这不管男女啊都一样，人民是最大的，然后民主是最大的，自由是最大的，自由民主法治是最大的。好，越压抑人民，人民就反抗的越凶。这没有例外啊，哪个地方有例外过？